今日讀海浮沉咧，係同大家講下點樣揀一塊靚嘅 filter 嘅。咁其實咧，我而家就用緊呢、這個。B 加 D 嘅 MRC Nano 啦 ，Nano 即系纳米啦，而家拆出嚟俾大家睇。我用紧就系呢块啦，吓 B 加 D 82mm。咁啊呢支镜就系 Sigma 嘅24105 Art。好，咁之前咧就有。之前咧就有啲師傅咧就教我咁樣睇，就準備張白紙，咁啊將張 filter 咧就擺上去，咁擺上個白紙嗰度咧，你就見到咧大概嗰個透光度啊，或者啲顏色啊有冇變啊？呢一塊咧就係 Sigma 嘅 ，Sigma 原廠日本做嘅 filter， 大家見到咧，我肉眼見到咋，唔知道鏡頭見唔見到呢度咧係有少少橙橙紅紅嘅，咁但係咧 B 加 D 呢一塊咧就完全咧係。透曬光白色，咁點解 B 加 D 係可以做到、完全好似冇顏色咁樣嘅一塊 filter 咧？因為佢一個最新嘅穿透技術，就是、穿透所有光之餘咧，連手指都可以穿透嘅。啊，咁樣咧就為之一塊靚嘅 filter 啦。